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丹飞来了，我是丹飞，欢迎来到星际传说守护永恒的爱。没错，看到我们国王玻璃就知道我们这一期要干嘛了。要干嘛？哦，就是我们这一期要抽王卡了。是的，为什么我这么兴奋呢？因为我有预感，我的主要角色今天会抽到我要的 MVP 卡。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第六感准不准。那今天一共是四个角色来抽，所以可以抽四次王卡，再加上我们队友提供了一次他抽王卡的几率，所以我们这一期有五次的抽王卡几率，实际抽给大家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不多废话，直接就来看好不好？命运合成，你看我累积的太多，将近可以快要抽两次了。哎呦，有人在抽耶，有人在抽了，有人在抽了，我们等他抽完。好，他抽完了，换我们的。好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到底第一张会给我什么王卡呢？一二三，准备准备，紧张紧张紧张，非常好，一来就给 mini， 这样让我等一下主要角色抽王卡、抽 MVP 卡的几率又提高了，对吧？寒冰雕像卡片它有什么能力呢？好，移动速度加3%，误伤减免加10%，感觉不是很重要的一张卡片。看一下它的金额，很低，2400多万而已。存入奖励是装备寒冰雕像卡片的时候，移动速度加2%，解锁奖励是双防加1%。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星号卡，它是鞋子卡片，鞋子寒冰雕像，好，没有出星号卡。好，这就是第一张，接下来第二张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继续第二抽命运合成。好，这个角色也是13000多张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家知道现在的副本改版后，神域副本的下方有奖励次数，在加按钮的部分，你只要花300的时长，就可以多换到一次的奖励，就是等于要打两次就对了。你只要打两次洛伦卡片，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奖励，就是罗恩打噩梦，没记错是470。每一周可以连打两次的话，就可以换到940张的洛伦卡片，这样累积就很快，有没有？一个礼拜就940张哎，所以我觉得每周多花的300时长来换取多一次的奖励，还蛮划算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加快你抽王卡的几率，对不对？我都有换啦，从这一周开始，我应该都会把它换好换满，这样子加快我抽王卡的几率，也可以加快我拍摄抽王卡的画面，分享给大家。这样我抽到月猫的几率是不是提高了啊？从0.001提高到0.0015之类的 ，OK OK， 还是有提高嘛，是不是？乐观一点 ，OK， 不要笑。好，第二抽，第二抽，注意第二抽哦。到底第二抽会给我什么卡呢？最好是 mini 啊，帮我主要角色垫下几率。一二三，制作，来吧 ，mini 卡就好。可恶，气死我了，完了哦。不是 mini 卡耶，黄金虫卡片，它的右下角写着 MVP 啊，魔伤减免加50%，使用技能时 SP 消耗量加100%，哦，不错哦，蹦蹦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金额跟它的存入奖励，存入奖励是魔伤减免加5%，解锁奖励是生命上限加112，它是副手卡片，金额3亿1500多万，不愧是 MVP 卡，有上亿的价格。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星号卡，好奇怪哦，这么古老的卡片，这么古老的 MVP 竟然没有开星号卡，留着将来应该有增值的空间呐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角色，大家等一下。好，第三次我来了，到底这次命运合成可不可以再帮我抽到张命运卡垫下呢？准备，第三张王卡会给我什么呢？一二三，制作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疯狂裂口卡终于在其他角色中抽掉了，太棒！几率已经洗掉了，放心了。好，这个老朋友命中加50%，对水属性魔物伤害加20%。好，哦，宝宝，看一下他现在的价格。哦，1亿多嘞，有1亿多，一张 mini 卡来讲，它的价格蛮高的。总奖励一样是物理防御加3，生命上限加36，魔法攻击加8。然后这个角色也是物理角色啊，算他衰，好不好？没办法，他是小弟，就是负责帮老大挨刀挨枪的，没错，就是你最大的价值啊，太棒了，很爱你，一天到晚抽到10张也是他，气死我了。好，第三张王卡，疯狂猎狗卡，
接下来就是我们重头戏，我主要角色要来咯，要来咯，大家一定很期待对吧？期待一下，拜托，期待一下，说期待 ，OK， 耶、yeah, ，我就知道，马上就来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大家等一下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骑着我新买的小马，这匹粉红小马越看越好看耶，你看，它的颜色真的很鲜艳哎，我买到以后都舍不得把它卖掉，虽然它真的很粉，对男生来讲有点太粉了，但是它的鬃毛这边。这配色真的太好看了，受不了这配色，我深深的被它的配色迷到了。你只要买到它，当你领取它的那一刻，你就马上就可以获得到它的解锁奖励，双攻加二。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它买下来再转卖掉，虽然会被抽税抽走好几千万的金币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好看的话，自己喜欢，钱没有不见嘛，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到我的职业，天哪，我赶快转回我的捕师啊，吓死我啦！自从上次抽月份头饰用小剑士来抽的时候，它的几率真是烂到惨不忍睹，所以现在绝对不换小剑士来抽任何的扭蛋、任何的卡片。好，众所期待，我的主要角色的抽王卡就要来了。为什么我会今天抽呢？我就觉得今天有一股好运气在等着我，冥冥之中眷顾着我。我们来试一下单飞的第六感有没有这么神奇。今天我的月猫卡就要来了，或者是我的魔鬼大乌贼卡片。你看这张卡多厉害，在隐匿的状态下，物理跟魔法伤害提升 10%， 可以使用潜行技能，是太犯规了嘛？是不是？抽到我就发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来了，累积这么久的抽王卡，准备，一、二。三，制作，来吧！这什么？艾勒梅斯卡片，刺客卡吗？生命上限加 10%、啊、受到物理伤害时 100% 的几率会使用等级一的技能剧毒暗器，我希望解锁可以增加我的武功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虽然它应该是 MVP 卡吧，哦，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112，解锁奖励是双防加1%，金额非常高啊，6000多万而已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心情好淡哦。好，那这一期就开到这里啦，老规矩好不好？如果你抽到月猫卡跟大乌贼卡片的观众，就是求你们了，不要来留言好不好？求你们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抽到大家心目中想要的卡片。好，如果喜欢单飞影片，请帮单飞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。点赞以后，请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收到单飞影片上传的最新通知啊。那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